急性脑梗死的鉴别诊断有余下几个疾病，第一就是脑出血，因为脑出血的临床症状作为一个急性脑血管病，临床症状与脑梗死啊，有时候是差不多的，不宜鉴别啊，需要头颅入院以后进行头颅 CT 排除出血。第二个就是低血糖的昏迷啊，就是低血糖要鉴别低血糖，因为低血糖呢，它表现的症状是五花八门的啊，甚至可能和脑梗塞的症状是一样的，需要鉴别，要发病以后要进行血糖检测，抽血血糖化验。第三一个就是有一些癫痫发作啊，癫痫发作有一些局限性的癫痫发作以后出现一个 Dodd 麻痹表现一个偏瘫，这要鉴别啊。第四一个就是说啊，晕厥的病人需要鉴别。